这是将军的怒放的心声啊！你什么味道？刚才你说了怒放，我一下子没忍住。停下音乐，放松一下。怎么回事？你说了，别让我听到怒放两个字。早不拉晚不拉，今天拉肚子。师傅，你快点，我赶时间。不行了，师傅，停着，不行了，师傅。送给你们了，我不要了。哎呀，小垃圾！哎呀，天哪！你说那两个字儿，先听着老师唱一遍。垃圾，跟着老师再唱两遍。花的味道。